哎，你们来了！来了，来了，要我们自己拿啊！成事不足败事。怎么样啊？人家餐厅平常没有人啊，谁知道今天排那么多人啊？哎，最好是平常进过天眼都死人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好棒，好厉害！东西不要说吵什么吵，喝酒决胜负。你真的忘了？忘记就是一开厕所门，整个就扑街啊！哎呦，不要脸！难怪老板来，我说他都认识我。你的记性真的很差，很夸张。哪有？就记得你前面有跟一个女生一起吃饭啊。记得吧？是学长吗？对对，学长嘛。后来带一个女朋友来，我不知道啊。不对啊，可是那双人座哎，叫他学长要住哪里？泰山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以前呢，还没追到我的时候，每天都有赖，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哦。现在呢，什么都没嘞，那根本就诈骗集团嘛！真的不 OK 啦，坏坏坏！其实你以前跟他出去的时候，也会化妆打扮，还会做点心给他吃。现在也都没有啦。严格说起来，你们比较像互相诈欺。哎，饮料买回来喽！哎，饮料！哦，怎么这么久肚子很饿哎？我刚问你要不要买吃的，你说你喝水果茶就好啊。哎呀，不管不管啦，人家有吃的。啊！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我去拿。哎，买回来了。哎，你最爱的。豆腐啊，五味啊，豆干啊，哈。我喝水果茶就饱了。哎，你也在哦。对啊。好，我只买两块饮料。没关系，我喝水就可以了。小雨。贤惠啊，你都不会生气，我们跟人家吵过架。哎，好像是，我也是会生气的。